是的，没有错，我就是看不上中国人。我不仅喜欢辱骂他们，还要在擂台上给他们好看。请相信我，收拾中国人，我绝对是专业的。我太难了。好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。好，眼前这个上蹿下跳的老黑就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曼尼尔卡佩。要干什么？哦呦，这个家伙在辱骂我们的中国选手啊！他辱骂的是中国选手王亮。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呢，这个曼内尔就很猖獗啊，他表示看不上我们中国人，见一个骂一个，见一个打一个。哦呦，这个家伙嘴对嘴辱骂王亮，要小心不要亲上来，对方的嘴看起来很脏啊。这个黑人选手呢都长了一个大嘴巴啊，眼前这个家伙更是一个猖獗的大嘴巴。然而我们中国选手王亮却很沉稳，他不但没有还口，而且呢还是微微一笑。当然狗咬你一口你是不可能咬狗的啊，估计王亮也是这么想的。好，没有错，这场比赛的话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啊，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拳也可以用腿啊，可以摔跤可以柔术，只要不戳眼不踢裆啊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比赛已经开始。好，皮肤较白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王亮，很年轻，他才23岁。哎呦，就有点晃。双方的龙面对局，要小心对方砸拳啊！这个黑人选手的爆发力都很强。但是王亮呢，出自于我们中国的国家级摔跤队，所以说他的摔跤功底呢还是很稳。哎，对方的右手，哎呦，这个他在抠王亮的裆。这个黑人选手的手段啊，很下流。好，双方又是来到了龙边对局。要小心，王亮小心对方的掏裆。这个家伙的手段啊，的确是非常的下流。好，又是来到了这个位置。双方力量上的对拼，哎呦，但是王亮的这个底盘啊，哎呦，的确很稳。好，连续低扫。对方的大腿啊，明显，哦呦，给对方的老黑，哦呦，这个摔得很实在，又来了。实际上打这种近身缠斗呢，十分的消耗体能，对方的老黑啊，需要用出2倍以上的力量才能压制住王亮。好，又是回到站立。好，飞膝，哦呦，这一下很准。王亮的站立水平呢，明显是要比对方啊这个老黑好很多。哦呦，这个家伙他还在骂我们。好，又是来到龙边对局。哎，你看对方的手，哎呦，这个家伙我在抠王亮的屁股。好，这个裁判左三圈右三圈，但是愣是没有看到这个犯规。哦，这个视力不好啊，就不要来当裁判了。好，顶膝，哦呦，要小心。好，双方的地面对局，打地面的话，不知道王亮的实力如何。哦呦，对手的右眼，这个老黑的右眼啊，已经被打肿了。对方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防守，哇，
到了这个王亮的身上。好，王亮是把对手推到了龙边啊，这样来的话对手想逃脱啊是有难度。我连续打击，哦呦，这个老黑啊，哦，这个家伙像个猴子啊，这都能跑。好，还有最后的半分钟，双方又是来到了地面对局啊，王亮的这个地面实力确实不错。好，打拳，还想砸拳，但是哨声吹响，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。好，那第一回合的话，双方呢是有很多的一个地面对局，打得很久。好，对手的话赛前顶头挑衅，哦呦，这个鼻子啊都踢到我们的脸上，哇，前手的平勾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一拳打得很重。双方在拳法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。王亮的拳，你看后手迎击。第一回合已经把对方的这个黑人选手他的眼睛已经给打肿了。好，第二回合，哎呦，观众朋友们啊，这个好像是大明星，看起来很顺眼。好，第二回合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对局。哎呦，对手的眼睛已经被打肿了。王亮脚下的步伐呢，他的弹跳力啊很好。哦，又是箭步。而且他反复正反加的一个转换，让对方的这个老黑啊根本是摸不着头脑。王亮这边的整体节奏呢是比较灵活啊，有进有退，而且他的这个进攻啊都是弹射起步，那这个对手其实很难防。好，跑，对方的老黑打得很着急啊，根本是抓不到啊。实际上双方论身体条件来讲呢，对方啊是优势比较大，他的臂展很长啊，腿也很长。哦呦，但是这个王亮的灵活得不得了，哎，应该是戳到了眼睛啊，戳到了对方的狗眼。王亮又是凭借自己速度上的一个优势啊，可以说是七进七出，打完就走啊，对方的话想摔啊也摔不到。王亮对于距离上的把控呢也是非常的精准。哦呦，对手还在挑衅，哦，这个家伙，哦，眼睛都被打烂了，还这么狂。好，小心。哦呦，这个距离的把控啊，观众朋友们，让对手根本是抓不到。
对方的老黑应该是要打近身了啊，因为这个打站立啊，他确实是拼拳想拼，但是王亮不和你拼。好，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。哎呦，这一拳有点晃。连续的砸击，都是轮的大摆拳啊！其实刚刚应该打刺拳，王亮有点着急。哎呦，这个家伙长得真的是很黑，这个布比还好，两人踢到一块儿啊！你看他的这个肤色。又想掏裆，哦呦，这个家伙怎么回事？自己就跪在了地上。这个家伙的话应该是一个汗脚啊，脚出汗很滑啊，而不是地板滑。好机会，连续的砸拳。满了鲜血，哦！但是这个大老黑已经躺在地上怀疑人生，没有错，他被王亮的地面技巧彻底降服。我的天哪！这场比赛原本会以为这个打到判定结束啊，可能会判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哎呦，还怪有脾气。好，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国选手，血洒赛场的王亮斩获了比赛胜利啊，拿到了奖金。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